哦，好干净。掉三了。Ernesto Fernando。好像好新的，对 C69 59 C59 C59 哇，可是他为什么要改 Campagnolo 啦？ Colnago 要改 Campagnolo， 意大利的那个 group set 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要改那个，这样就更帅。然后这个要 Bull Chrome， 哎，不是，也是 Campagnolo 啊。啊、哦，对不对？你有吧？他还要改吗？他不改，对啊，他跟我不改。他都在跑长距离的，胖胖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你很久没来了？对啊，没有，之前来都是老板的呀，那个我很久没看到。哦，他是没做了。没有做。去做别的，对。做起来了。好，谢谢，好啦，拜拜啦。我这几天有在把那个轮子拆过来。你最好不要拿去骑长距离。他现在应该没有了吧？我那个骑完我就已经想要去休息一段时间，好吧？骑到快吐血了。好，谢谢啊，好。现在不是有那个新的 C60 吗？他很爱护他的车呢，他这回拿回来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他这个受损的叫他去烤漆，回来。是哦。对。就是寄回来的那个。要寄回去，这个全部要拆掉。这个有在那个台北啊，他不敢，他不要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延长。啊，延长哦，哇，这个也是要花钱的。这个要花钱。对，这个要花钱。但很对啊，一看我一回来好像新的，虽然怪的很，对他虽然怪，嗯，他应该有多的吧，多的吉他，你看都挂伤了，麦克朋友，我一回来就一看的 ，I wanna feel。他的，哦，这个要改啊！开干发牛了，开干发牛。啊，他不喜欢了。跑长途没办法，360，接下来520。啊，Art Deco这个是很特别呢，这个好像是那个，他这个，他有时候那个他会做一个。到60而已，我是到100，你第几个？好像对会不会？对啊，会不会在花里面？没有 ，It's special edition 那种，它只有100而已，你到第几个这样子很特别。对，它就是几台啦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嗯，这个好像有吧？经典，不错，嗯，你很厉害。对呀、啊。他很矮哈、哦，他应该150多，是吗？不到160。对啊，对啊，
股市好快哦，302 zip， 一直歪歪哦。啊，没有，它一直有点歪歪。我们把它整个拆掉，拆掉，啊，挺干净的，拔掉。啊，你看好干净哎。Dura Ace。Made in Italy， 这里说，哎，这个是真的哎。啊，看到了，这个不是台湾的，意大利做的呢。那这个是意大利的呢？是有那个啦，我那个在台湾做的。哦，有那个是接那个对，另外比较低阶。哎，那个有比较低阶的。嘿。对啊，这个是手工的，是的，这个是 lug， 对啊，这个是人做的，人工做的。这个是西湖酒吧？西湖酒，这是西湖酒。嗯，太帅太帅了！看他的那个 special 呢，你看很特别，要这么拔，这个为什么拔没有动？嗯，很特别。它这个前哨碗是一个特殊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很特殊啊。这个它怎么拔？不是从这边，是从这边。啊，是它的工具是很特别。对。哎呀，这个很难念，里面有它的东西。啊，可惜刮到。哎，你骑很凶的啊，到处去骑车，你很快乐的啊。哇。A few moments later.